各位巴迪的读者们，大家好。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台湾大车队的总经理李琼淑。今天非常高兴呢，在这边跟各位读者们分享什么叫做美。我认为把自己的精神状态维持得最好，每天呢把自己呢装扮的这个美美的出门，是一件最棒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一辈子都希望能够当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那美丽呢，是不是一定是外表漂亮呢？不尽然，而是在于说你是不是充满自信，是每天都有着朝气，然后你对外在的事物充满了好奇，还有最重要，别忘了随时保持微笑，还有呢当然要有爱心。我想这样的女人是最美丽的。那除了这样之外呢，别忘了每天一定要运动，即使短短的一分钟，也别忘了随时要舒展你的这个身心，能够有时间的话能够到户外走走，然后多跑步，多运动，多健身，这样的话你的美丽一定会持续。